那边休息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桌子摆好了。<笑>什么？哎，凭什么你可以不搬啊？哎，楼下楼梯慢点啊！<笑>反正我不会删。 工作不顺，妙妙有难，大方去。一二三，茄子，不算啊，再来一次。什么不算？不行，到小齐了。在我心里面。 没有什么比他们这七年的感情更重要。一辈子的好朋友，谁都不许走散。